非清非白，久攻不下。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支代替于飞燕的军队，三军合击，抵抗潘正月，破了锦官城，也未尝不可。那锦夫人这八千人马，似乎少了一些。能力这个东西啊，有固然是好，如果过了。 会令人不安。我需要的是能够帮助非清非白之人，而不是争功之人。所以锦绣的人马，我只给八千。那么多黄金，才招到三千人马。 我求，是因为心中有所念，得不到，不是非吧？便只剩下恨了。你不是非吧？你所珍惜的一切，我都会毁灭殆尽。关，光千兄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 停！我让你们日夜苦练，是因为战争迫在眉睫。我要你们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，扫平东庭，还我升平！扫平东庭，还我升平！扫平东庭，还我升平！二小姐，您的信。 在清水观，飞白，飞白，来，木槿，你怎么去里面了呢？该喝药了。飞白，你看看我，来，这药好看吗？喝药，快把药喝了，对你有好处。 大漩涡，把药喝了，快快！快快快，把药喝了啊！我的簪子，太有药味了，不要你了。哎，没事，你先把药喝了，我帮你去。 今日木槿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就凭你，姐，我曾答应过你，不滥杀无辜。但是今日，我要大开杀戒。放他们走。 飞燕，他若回到袁飞白身边，必是大哥的新欢。
是小鱼偷偷告诉我，说张之言一直都在觊觎你，所以我就利用这次谈生意的机会，让他对你死心，还有借他的口，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就是我的人。可其实我也是在沾你的光。南国跟江州可以结盟的话，也算是了却了我父皇的一个心愿。玉荣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我们的夫妻关系都是建立在夕颜的基础上。是啊，你心里面一直都只有袁飞白，对吗？